哪能干那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事儿，对吧？偷盗最多判个四五年，杀人那是要偿命的。还算你明白。哎，我劝你别偷了，对祖国、对人民都不好。哎呀，头疼。哪儿疼？头疼。早说呀！你干什么？帮你揉揉。这一手啊，要不然怎么说我这人技术含量高呢？哎，真有两下子，舒服。昨晚上看韩剧来着吧？有点哭我的意思。多管闲事。也是为了您好啊。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老了？你看看我，我皮肤怎么样？有没有皱纹啊？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拿放大镜看才能看出来？谁没事拿放大镜看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是说你看着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你说我要不要去拉皮儿啊？人家都得拉，你这样啊全都掉下来了。你说道口在哪？在这儿，是还是在那儿？明显吗？会不会很明显啊？不用吧，姐姐。我觉得女人自信最重要啊，运得平运不平就是自信就行了。这等着我呢，嘿，上回你们家演技还不赖啊，嗯，货刚出手，拿上花去。嚯，哎呦，上回被你算计的哥们还真来了呀！我们俩是生死之交，知道吗你？生死之交，你还这样算计他？什么叫算计啊？我这是帮他，他那么好的手艺，在酒吧里头刷杯子，糟践不糟践？再说了，看见没有，哥们那份一分不少，给他留着呢。挣了钱也不知道买瓶水孝顺孝顺我，买点水去。哎，路边的野花儿，不要采。我们可以用古代荆轲刺齐王那个桥段来个图求底线，将它了结。也许可以。我是不是挺讨人嫌的？一点都不。哎，我知道，要是不是那盘录像带啊，你杀了我都心都有。你想听真话吗？想啊，越是越好。我是一穷人，从小穷到大，穷得跟狗一样。我就盼着有钱人从指头缝里露出那么一点点儿，我就够吃够喝了。像您这种人，有钱又有闲，你天天拿我找什么乐呢？你的意思是我不快乐是自己捉出来的？那跟我有屁关系呢？你是不是跟你老公打架了？啊？你天天挂一大戒指在脖子上，你干嘛不套手上呢？我是不想跟他离婚。那你回家呀。不说这个行不行啊？你跟你老公吵架关我屁事啊！明天等你跟你老公好了，你后悔不后悔？去你的！你说什么都懂啊！
有什么资格拒绝我？你把那袋子交警察，不跟你玩了。哎呀，你别走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撒手，撒手！我问你啊，是不是报复你老公？你别撇了，我问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试试吧。我现在充其量是小偷，我不是卖的。你是个好人。哎，甭管我是不是好人，我袋子呢？还我。我还不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把它扔了。你把它扔哪儿了？你把它扔了？垃圾桶里。你什么时候把它扔垃圾桶的？就酒店出来的那个晚上。我想来想去，我放哪儿你都有本事找到的，我索性把它扔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你没骗我吧？我发誓啊。你发誓，你要是没扔，你出门被车撞死。你说。我发誓。哪儿呢？还债，我帮了他一个忙。你哪来的钱？啊，你不是欠人高利贷吗？早搞定了。那你前两天让人追得跟狗似的，怎么回事啊？
哥，我跟你直说了吧，我没欠高利贷。那那天在胡同里，你让人要剪手指头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是苦肉计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苦肉计。你没欠人钱是吧？我拿你当兄弟，你为个女的骗我是吗？为了那笔债，他一见着我就哭，没你多可怜了。你打我你，我他妈打死你！你干嘛不明着卖我呀？你知道我干这活多难吗？我他妈被人拍了照，差点没送派出所去。不就几万块钱的吗？那我借点还不行？又还你，不是他妈几万块钱的事儿。我他妈不想干这行，知道吗？我找你这活多难，我。打！你滚！清清白白的呢，你以为我像你啊？我不要一夜情，我是要娶她当媳妇儿。嗯，这是年份儿，我给你留着呢，剩下等我挣了钱再还你。留着吧，不就要结婚了吗？留着你买被子。不是，哥，咱俩也是兄弟一场，明儿我就带她走了，你不替我高兴啊？我替你高兴，你去哪儿？我知道，那你天涯吧。你他妈就作吧你！我会给你写信的。你会写字吗你？短信啊。那行了，去把他叫出来吧，去喝顿酒，明天你们不就滚蛋了吗？跟我一块儿去。
你呀、啊，你认识吗？你是王月的老公吧？非常荣幸。走。既然你认识我，那就好办。说说吧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大哥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又是听相声，又是购物，你小子玩的不错吧？你听我接。这张信用卡是我的，月底单子都往我那儿寄，你吃的用的都是我买的，你竟然跟我说是误会。大哥，大哥，我对天发誓，我跟你老婆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在电话里亲口跟我说，他养了个小白脸。不是你是谁呀、啊？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吃软饭的。大哥，你不能只听他一头说话，这事儿不是我愿意干的。有人亲眼看见你半夜三更从他房间里走出来，你跟我说你什么事儿跟他都没发生过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吗？啊，谁会相信？大哥，大哥，我实话跟你实说，我也不是什么遵纪守法的人，我有盘袋子在他手里，他在这逼我。你说什么袋子？大哥，你松一点，你看桌上，桌上那堆袋子里，录像带好看吗？抱着我老婆躺在床上，笑话我是吗？是吗？
情况下受的伤？不知道。那他受伤的时间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不要有什么负担，我只是想弄清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受了伤。我有什么负担啊？我真的是路过，我看见他一脸的血，我觉得有点，万一要是救得晚了，他的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我就给他送到医院来了。我真的是不知道。他的脸上可是刀伤了，我们有责任报警。啊，行啊，那您就报警吧。对不起啊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先别走，你先去交费。我交费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交费啊？哎。不，我刚才都跟您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人，我只是路过，我是把他搭救来的。那凭什么我还得交费啊？你不打算出这个医药费吗？不是，我凭什么要给他出这医药费啊？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就是，哦，不能好心了，不能帮助人做点事儿。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，一个看不住，家属就跑了；再一个看不住，病人就跑了，都不像是交不起医药费的人。可就是能逃就逃，能躲就躲。现在的人呐，真是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要知道，医院也是自负盈亏的。你看，这是医药费的收据，请您到收费处去交费吧。哎，我凭什么交费？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呀？我真的是不认识他。那您要是不交费，这病人咱可不治了。交费吧。17480，这么多啊？对。哎，没带那么多现金怎么办啊？刷卡也可以。照医生的说法，那个人还得在医院里待上2天。恢复一下，可我的卡已经刷爆了，没钱给他支付住院费，于是我把他接到了家里。摊上这种事儿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住在哪儿，要是这么稀里糊涂的把他放走了，我那小20000块钱的医疗费找谁去要？
看病的这个发票，这医药费我帮你垫的，和这个收据什么的，一共是17516。大姐先谢谢你。那个，这堆单子我就不拿了，我记个数就行。钱我跟你回去取也行。肯定把钱还给你，而且我也跑不了。我家在哪儿你知道，我单位在哪儿你也知道。你人有毛病吧？我怎么知道你们家住哪儿啊？大姐，你不记得了是吧？有一回你去酒吧，你姐们托我照顾你，最后你喝多了，我把你背到医院，你还要洗胃。大姐，你还没给钱呢吧？什么钱啊？这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你仔细想想，昨天晚上咱俩都干嘛了？我什么也没干啊。还喜欢这口呢？您孩他妈你就跑啊？他生孩子告你了？滚！想赚钱给我送过来。大姐，你别生气。我真的特别谢谢你，用不着你谢谢，你赶紧走，我谢谢你，赶紧走，行吗？大姐，你听着啊，你的钱两个月之内我一定还你啊，你放心好吗？我记得你这儿。行，我也记着你们家。啊，不行我就报警，我那衣服。我那件呢，大姐？走。血淋淋的，多吓人啊！没那么恐怖吧？看他那人，他也不像坏人啊。哎，你真逗哎！谁坏人把那俩字刻脑门上啊？啊？这事儿想想我就觉得有点后怕。哎，关金竹，家里绝对不能没有男人。哎呦喂，你可真够逗的！这事儿跟家里有没有男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有男人踏实啊，是吧？有个端木林那样，那也白费呀。哎，但是你跟端木林离婚以后，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。对，他把自由还给了你。哎，对了，你想想，咱们同学当中有没有那种以前暗恋过你的，或者说你暗恋过人家，然后就是后来阴错阳差又没在一起的那种？干嘛呀？哎，你什么呀？你想的什么呀？我现在什么情况啊？这岁数还带个孩子，孩子还有问题，那同学暗恋不暗恋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怎么了你？就你这样捯饬捯饬怎么了？哎，你不知道人现在香港那边那姐弟恋时尚着呢。哎，回头给你找一相亲的，完了我给你捯饬捯饬，哎，你也领导一把时尚潮流。发烧了吧？
送去。刷东西的你怎么不去？人家点名让你去。真拿我当那儿？看得见吗？别摔着啊！来，赶紧去。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明天没有你，最美的阳光不会照耀大地。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明天没有你，最美的星空不会有传奇。遇见你是命运的奇迹，在我心里留下痕迹。陪着你是生命的惊喜，让我永永远远爱着你。在奇迹里感受